The Big Things 披挂同埋 Serial 联成打造咗魔法森林探险之旅，家长同小朋友可以透过活动加入 My Melody 同埋 The Big Things 探险队，穿过探道嚟到魔法森林，一起开展充满惊喜同埋挑战嘅探险之旅，帮助 My Melody 寻找失落嘅星星碎片，完成升级任务。火山群岛系 My Melody 魔法森林探险之旅嘅一大卖点。小朋友可以利用火山旁边的黑色石头爬上火山口，同埋 Melody 的星形毛公仔相聚，然后再一下咁样滑落嚟。热爱 My Melody 的小朋友在进场之后都急不及待咁样到摄影区嗰度同 My Melody 合照打卡，留下最美好的一面，纪念同 My Melody 一起探险的重要时刻。在大树大本营入面有滑梯、平衡木、绳索阵、绳网等等，小朋友可以透过游戏考验身体的协调同埋体力。小朋友快啲帮埋 Melody 找寻喺失落喺魔法森林唔同角落嘅星星啦，揾到之后再将佢哋贴喺星星基地上面啦。小朋友可以将车仔斗快咁样从高处滑落嚟，咁样可以考验到佢哋嘅臂力、眼界同埋准程度。同场仲有三大互动游戏，包括缤纷同找星星派对、My Melody 星光工作坊同埋星星制造机。缤纷同找星星派对需要家长同埋小朋友运用观察力、专注力同集中力，追寻隐藏喺魔法森林入边唔同角落嘅星星，再将星星带翻基地。喺 My Melody 星光工作坊，小朋友可以为 My Melody 同埋一众嘅 Big Things 探险队成员填上缤纷嘅颜色，发挥无穷嘅创意。启发创造力同想象力，令魔法森林增添光彩。透过星星制造机，星星同埋糖果从天而降，俾小朋友感受到幸福同埋快乐。呢个活动能够增强佢哋嘅视觉同埋手部协调能力，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轻松咁样面对以后唔同嘅探险旅程，为未来嘅冒险之旅做好准备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